开灯笼同你洗手。蔡明少周三重振雄风。我空虚，我寂寞，我痛。阿伯阿伯，呢度有条颈巾，有包饼干，我仲有啲咩嘢可以帮到你噶？哦，有啊，你话俾我知咧，香港嘅夜晚有边度系唔冻噶？啊，有一个地方，佢咧一个星期咧总会一晚有 hot 有 high 嘅。边处啊？之前咪就系跑马啲马场咯，就好似星期三咁啦，就会上演好多刺激嘅赛事啊，包你咧系热到兴合合嘅。俾我啦！抢嘢嘅咩阿伯？痛爱死！当晚蔡明少重振雄风啊，先凭汇明灯取得自10月7号以嚟首场胜利，其后再凭牛星富星同埋超新星中三元，后者更捧走汇丰八周年纪念碗添啊！社工姨姨，点解香港几日之内咧，由呢个夏天变咗做冬天，成个秋天都冇咗，搞到咧我冇晒时间观念，我而家过得好 loss 啊！咁又唔使咁 loss 嘅，嗱，好似劲马如云嘅国泰航空香港一里锦标预赛咁啊，星期日咧就会上演噶啦，想问下贵日都知而家系11月啦。真系要多谢马会。梗系啦，唔好再叫我姨姨啦。国泰航空香港一里锦标预赛今届首次有外队马嚟挑战，上届香港杯盟主飞鹰山就提早嚟备战，实力自然不容忽视。至于迎战嘅本地精英，就有马王级分子豪爸爸，上届盟主再领风骚，一里好手步步稳，胜眼光，表现准成嘅 collection 等等。今个星期日大家记得嚟同香港马打打气啦！Hi everybody，我系铁骑王，落得场比赛最紧要就要有火，骑士有斗心嘅话，取胜自然冇难度。跟住落嚟位骑士应该点啊？拍宝呢排气势如虹，嚟紧星期日除咗帮短途马王连华新辉压阵之外，仲有叶楚豪嘅红日同埋红星两匹牌面马，睇嚟佢大有机会做骑士王啊！做乜咁多报纸啊？俾你摄入衫度取下暖啊嘛，顺便咧可以做定星期日喺沙田马场举行嘅国泰航空香港一里锦标预赛同埋短途锦标预赛功课嘛。要自己做功课，不如翻屋企睇下星期五六点半亚洲高精台嘅放眼马世界好过啦。入边一众评论人咧就会评论啊呢两场赛事嘅形势噶，早啲睇埋11:50嘅三生不尽添，都唔费事理你，走。翻屋企仲要有高精台，扮露宿者啊嘛，压过感情，攞翻条颈巾嚟，俾翻你。